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要理财找光大，新客户有专属的高收益项目，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的大力支持。啊，这个别彩印，拍张摄影，别纸哥大学字儿大师，不是坐啊，不是代言费啥时候给？那让你给弄不着，不是我去哪儿啊？白玉池很有意思，饺子。饺子有啥意思啊？走，哎，你去那看看，真可以。走，好吃不过饺子，好直白的名字啊！好吃不过饺子，好吃不过饺子，重要事情说三遍。哎呦，他这还是明档哈，啊，基本上在这就可以直接看到了。然后擀皮儿包，然后这边是馅儿，直接在这儿。你看，上面，你擦擦。我擦管用吗？在里面好吗？啊，这是已经包好的饺子。好想不懂。来，你肯定没吃过这样的饺子。切，我还没吃过这样的饺子，你少来了。啊，猪肉大葱的我吃过，素三鲜我吃过，韭菜大肉我吃过，香菇大肉我吃过，五福临门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应该我也吃过，槐花的我也吃过。有啥？除了眼镜片有点看不清楚之外，没有啥不好。哦。哟，好贴心啊，对不对？哎呀，不能让大家伙看见素颜的样子啊！哎，就是那么神奇，有没有？对不对？你好，啊，排队吗？要等。需要等没位置哦，好像是美妆都有人了，确实没位置。一起，这没意思，你知道为啥这么说？这个饺子有意思不是？啊，哟。有，然后你看那个，哦，还真的是哎，来，这老板有点懒，对啊，哟，你好，老板有点懒，哎，以前在这吃过吗？啊，经常在这吃，啊，经常在这吃的，就是你主动要求自己下的吗？对呀，不是这儿，哎，我看每张桌子都有一个锅，是啊，啊，你是那个。小辉啊，你看、哎，你也不确定啊，香美食的啊，经常来看。他这饺子是自己煮吗？自己煮。他为什么让大家伙自己煮啊？老板懒吗？老板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老板太懒。不是，老板煮给包，不给煮饺子。哦，都是这样子的哈，我看基本上。对。哦，你觉得这种形式吃起来跟直接端上来一盘煮好的饺子有什么不一样吗？感觉不一样啊，感觉不一样啊，自己动手更有味儿 啊，更有味儿哈。逢年又祭，自己破了也是自己了。那会儿煮破了算谁的？煮破了啊，煮破了算老板的吗？算他的啊，这是他的规矩是吗？味道怎么样？味道挺好。等一会儿你尝一下啊，尝一下。哎呦，你看哈。观察一下细节哈，除了我们常见的就是辣椒醋以外哈，您看它这边，哎，然后应该是香菜、小香葱，然后加上紫菜啊，小香葱，对，香葱，还有紫菜，那还有香菜，这算是可以吃酸汤的啊，对，是吧？酸汤饺，您再往这边看，这边应该是标配，还加有虾皮儿，对吧？哎，离开虾皮吃酸汤饺子就不好吃了。是的，对吧？那这个的话是额外付钱吗？不需要，不需要。对，哦，就直接相当于蘸料，然后自己直接拿就好了。相当于配菜，是吧？像他这样的话，大概需要煮多久啊？五分钟嘛，肉的五分钟，素的三分钟嘛。啊，肉的五分钟，素的三分钟。对，这个不存在那个什么下去之后锅开了，变成滚三滚那个。他说的不需要，所以说我们平时也没点过，所以就没有再点过凉水，对，是吧？就直接这么一直煮就可以。反正煮破了算了吧。煮破真的算他的是吗？不过，话是这样说啊。但是也没有煮破过，从来没有煮破过。哎，要不然我们今天试一下吧，煮半个小时以后看看什么样。肯定煮破。觉得这个自己讨完钱之后还要自己煮饺子，整个事儿不正常吗？没有不正常。哎，挺好，挺好啊。不是你花了钱啊，还得你自己煮饺子啊，然后结果还比外面饺子贵个一块钱2块钱。啊，是。嗯，咱比外面贵。然后煮破了还得分成自己。这是一种享受啊。就没话讲了，对吧？然后我就认可这样子的，我就愿意自己下，然后我就愿意多花钱。啊？你怎么判断它熟不熟？根据时间吧，煮个差不多10分钟。
人家说是五分钟就把点事儿了，那下一个也得十分钟啊。您是经常在这儿吃吗？嗯。为啥来这儿吃啊？啊，离得近。啊，离得近。哎，没工资我。哦，好吃。好嗯，好吃哈、啊。你家的孩子，你这家孩子。啊、哦，没有，不用管他们，咱就聊聊天。您觉得这好吃不？好吃啊。好吃啊，跟您包的饺子比起来，哪个好吃啊？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些省事儿。哦。省事儿。哦，这省事儿。这省事儿。啊。年纪都不大了，我都办96了，86了。哦，86了，您都。有身份证啊，不能说假话呀、啊。哎呦，我天哪，这。您身体是真好，你能吃啊？我也这盘能吃完。哦，这一盘他能吃完。吃完。哎呦，真是牙口好，胃口就好、啊。牙不好了，对。啊、哦，牙不好啊。啊，掉完了。哦，那您吃这个没有问题。没问题，肯定炸的，炸的一串。您说你呢？好嘞，祝楠楠您健康长寿。哦，好好 好啊。好好。哎，好，来，咱握个手。好好。好孩子，你是我的好孩儿，是吗？对吧？哎，来，给我跟奶奶合个影儿，来，一二三。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给家煮猪脚怎么煮？不煮。你会煮不会？会煮。你呢？我看一下这个呗。啊，这啥呀？啊，那说明你平常给家是不会煮了。啊，水开之后，大火开盖煮，一肉馅儿4分钟，二素馅儿2分钟就 OK 啦。我跟你讲啊，在这儿吃，给他得秀操作，你知道吗？给他可以秀操作，你知道吗？对，就是不管你会不会，给下边人都能弄成。那你要是直观上来判断他熟没熟，你自己有标准吗？直观上，挑起来吧，挑起来，然后，反正我感觉这个素馅的时候就能挑起来，能看见里面黄黄的、绿绿的，基本就行了。肉馅的话还是得看时间，啊、还是得看时间的是吧？肉馅看不见。哎呀，有女朋友吗？有。结婚了吗？还没，马上就要结了。哦，好，都来这儿秀几波操作，发个朋友圈，然后专门艾特他一下，我会煮饺子，饿不着，然后呢，对吧？以后自己媳妇想吃饺子就来这儿买，嗯，买个同样的给我给家里面，严格按照这个标准，这就成了，挺好看，挺好看的，是吧？啊，也可以拍一个照片发个朋友圈，你知道吗？然后说，哎，你看这是我包的饺子怎么样？导演。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儿来。哎呦，您好 ，Hello， 哎，你好，人家不是煮饺子吗？你们怎么煮直接煮面呢？刚才饺子还没来，我们就先下了点面。两叉吗？姐，这个面不是你自己带的吧？这面是自己买的吗？哦，他们这儿也有啊，他们这儿也有。想要吃面。哦，想吃面，然后就吃面，想对北方人嘛，就是以。小鱼儿，这种形式怎么样？好，很好，不错。为啥呀？方便吗？咋方便了？人家都是直接煮好了端上来吃啊。那不是这自己现煮现吃，不是更有感觉吗？嗯，像是自己包的饺子自己下的。那您要自己包有点麻烦了。嗯。不过人家包好了，我们就自己下一下就行了嘛。嗯，很方便，很快捷。吃饺子一定吃热的嘛，所以现吃现煮。哦，吃的就是新鲜的。哎，这个很关键哈。对。最热的时候，然后捞出来，我就可以直接吃了。我要是吃的慢一点，我会让它多煮一会儿。是吧？时间可以自己掌控嘛。嗯嗯。哎哎呀！爸，你跟我们一起吃吧。啊，是吗？嗯。好了，导演，把我们的东西拿过来，我就这样一起吃了。好的。啊，看我们饺子这么多。节目结束了，节目结束了，哎，节目结束了，该吃饭了。我想弄咱家这个面，你知道吗？我给你煮一碗吧，就是给你煮一碗。来吧，真的，快，要不要？我跟你讲，晚做饭可以随便乱吃，话不要随便乱讲。你看，你看，对呀、啊。啊？那你品尝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哎呦，你看，这里有佐料啊。哎呦，不要佐料，只要饺子好，不要佐料都行。哎呦，连拼菜都生了啊！啊，对呀、啊。感谢承德露露对本栏目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哎呦，容易吗我？对不对？这什么馅的？这是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对，肉馅的。对，肉馅是吧？嗯。嗯。啊。哎。这个天不做菜没劲。这个皮儿很筋道啊。嗯，皮儿很筋道。其实你一吃这个皮儿的感觉。你告诉我，你
你把露露扛住。对，对，你把露露扛住。嗯，然后呢，这个皮儿你一吃哈，就属于比较筋道的那一种，然后应该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属于耐煮的那种，但是你煮的时间别太久哈。嗯，这个味道调的是比较家常的，槐花鸡蛋，绿颜色是槐花鸡蛋的。我跟您说一点哈，为什么刚才那个奶奶会特别爱吃哈？因为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馅儿的味道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您知道吗？就是会比较清爽清淡一些，所以吃起来会很舒服。如果说我现在是坐在锅边的话，我就直接拿勺子快点汤，再吃一个酸汤，直接有，真的是热啊，烫啊。这里的饺子很有意思，自己煮自己捞，一切全凭自己手动完成，只要严格按照店家的操作流程就不会出问题。不过饺子的价格相比较于市面上的可能会略微贵上一些，不过看了人家的料也算是物有所值。首先就是馅料很足，虽然一盘子只有15个，但是个顶个的大，料用的都是品牌，虾仁馅的也是实打实的有一个虾仁在里边，面皮很湿润，品牌的面粉加上了盐以后筋度也非常的好，包起来的饺子自然就不会煮破了。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吃饺子的方式丰俭由己还是靠谱的。来了来了来，吃饺子了，吃饺子了啊！哎，你煮能吃吗？哎，飞哥亲自下手煮的饺子，你说嘞？飞哥煮的居然没破皮儿！哎呀，来来来，吃喽！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各地的年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作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各地与春节有关的美食也是很多。在开封，每年春节前的这段时间是石铁华一家最忙碌的日子，他制作的是一种传统的开封美食扣碗儿，而这也是开封人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当时我父亲也是在这一片儿，在那个一个整个北小乡很有名的一个厨师，就是光实验家还有红白喜事儿啥的，他都是人家帮忙。当时我83年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跟着我父亲学这。这个扣碗又是传统的东西，开封人到每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上都需要这扣碗。你好，施师傅。你好，你好，你好。忙着呢。哎呦，这手没法握啊！哎呀，必须得握，我这是拿肉的手啊！一进你这屋子太壮观了，一屋子的扣碗啊，从没见过这么壮观的场景。知道什么叫年味吗？这就是年味，一看到这些就马上要过年了，对，是吧？对，马上就过年。我说，对于吃货来说，年味就是一桌子肉啊！你们这忙活多久了？从啥时候开始忙活？忙活从腊月，从进入腊月开始。哦，进入腊月都开始忙活了。啊、对。现在你现在这做的是酥肉。现在这是小酥肉。哦，就准备着呢。啊，你们这是一家人。啊，对，全部我们一家人。一家人做这个。我看咱这个你们家做着扣碗，算是开封传统的扣碗吗？对，就传统的老味道。传统老味道。哦，我看这桌子上还好多个品种啊，那个是带鱼，这个是带鱼啊、哦，带鱼那边呢？那边是黄焖鸡，哦，黄焖鸡，这也是开封特有的哈。那边是黄焖排骨，黄焖排骨，嗯。哦、现在大概有多少碗？这一屋大概有3000碗左右。3000碗，我。这是蒸好了小酥肉，是蒸好的酥肉啊？对。哦，刚才那是没蒸的，那是没蒸了，这是蒸好了。哦。这爱吃肉的朋友们看到这儿，估计哈喇子留不住啊。肘子还有肘子，这边是海带肉。海带肉。哦，这上面黑黑的，这是海带。这是带鱼。带鱼。带鱼。哦，这边是八宝饭。八宝饭。石师傅告诉我们，传统的开封扣碗有10几个品种，常见的有芥菜肉、腐乳肉、小酥肉、黄焖鸡、黄焖排骨、带鱼、八宝饭等。我父亲干厨师，厨师他是平常跟人家去帮忙，都跟人家蒸那个口味，但是我们家生活条件
不算太富裕，就是到每年过节的时候，我父亲挣了几碗。哎呀，那个乡亲儿子别提了，可好可好吃，可好吃。因为以前物资匮乏，很多人家一年到头也只有在春节才能吃到扣碗儿。久而久之，扣碗儿就成了当地春节最有代表性的美食。而如今生活富足了，但这扣碗儿依然是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元素。现在生活片都提高了，都好了，但是在这个每逢过节的时候啊，这个扣碗儿家家户户还是忘不了吃咱这传统扣碗儿。开封人呢，对于这扣碗儿都是一种情结。石师傅说，春节吃扣碗儿，这已经成为很多开封人的习惯。不过传统的开封扣碗儿制作起来相当的繁琐费时，所以如今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自己做了，而是到各个饭店买现成的，每年他都要做上10000多碗。10000多碗，其中大部分都是开封人订的，但是有开封在外常年干活的人也来咱这儿订。哦，你说还有在外地的开封人也订的也有啊？哦，这不止小本地啊，这外地的也有。说到扣碗，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但开封人最爱的还是本地的这种味道。这也是因为开封的传统扣碗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咱这特色在哪儿啊？嗯，都是咱说呢，平常说呢，咸，咸一定要透着盐味儿。透着盐味儿，它是最后吃末一道菜，哦，下饭菜是吧？下饭菜啊，所以说口味稍微要重那么一点点，口味要重，一定要烂。哦，这些就是要蒸的时间长吗？这是，最少得蒸够1个半小时以上。一个半小时啊，对啊，满这个碗口一定要丰满，这碗装多少东西我都装多少东西，哦，就实在是吧？就突出量大。实在，对是哦，这就是咱传统扣碗一个特色，哎，是吧，哎？那它在这个制作上，包括用料上有什么讲究没有？咱这用料啊，但是买东西肯定要买好东西。嗯，用料极其普遍的很，葱、姜、嗯、花椒、八角。哦，你说简单的都这几种料？你说调味料就这么几样就行？啊，就这几种料，都非常家常是吧？啊，对。石师傅说，开封的传统扣碗更多突出的是食材本身的香味，所以用到的配料并不多。虽然用料不多，但选材和制作却很有讲究。扣碗里的大多数品种都要经过腌制、炸制、改刀等多个步骤，做起来很繁琐。就拿开封扣碗里最有代表性的芥菜肉来说，从选肉到蒸制成熟，处处都有学问。芥菜肉选用的是硬五花肉。硬五花肉啊，对，我第一次听这么个说法，什么叫硬五花肉？就是肋骨，到肋骨那一块叫硬五花肉，肋骨以下叫软五花肉。你说就这部分，就是左边我这部分，这是硬五花肉。对，这是硬五花肉。哦，这叫软五花。这叫软五花，这门，啊，这门叫下帅部分。啊，那咱做芥菜只用这一部分。做芥菜肉是从这儿大刀啊，大刀都用这一块硬五花。啊，那你像咱扣碗这么多种，那每一样扣碗，那它用料啊、选材啊，都很有讲究吗？对，都不一样。那你像这个啊，你要拿这个做这个腐乳肉这部分做芥菜肉，或者拿芥菜肉做腐乳肉，那这个有什么差别？那个有点不行，做腐乳肉咸肉有点肥，哦，太肥了，吃肉有点腻，有点腻的感觉。哦，等于是什么部位的肉，就是要做什么东西，什么菜是吧？对。石师傅说，不同部位的肉用来做不同种类的扣碗，材料选的不对，味道就会大受影响。而选料只是制作的第一步，要做一碗芥菜肉，还要经过煮制、上色、炸制等多个步骤。这个芥菜肉必须得有一道，上色。上色，我们厨师行业叫啥？叫走红。哦，上颜色啊，走红叫走红啊。我看你还拿这个布在这个肉皮上这沾，这啥意思？对，是把上面油、水部分沾掉以后，再上这个色，上的均匀。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把它颜色抹均匀，把这块肉抹均匀，就抹均就可以了。抹均就可以，光抹皮面。哦，下边不抹，这就可以了。咱这个肉要炸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用？把这个皮起泡，
起泡，把这个脚趾给它破坏了。因为吃这个芥菜肉，所以肥而不腻都在这点这个皮上。哦，所以说炸制这步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是吧？对 对, 对。因为这步是直接影响到口感。啊，对。你看现在这个皮上就鼓了小泡。啊，对。哎，这个就差不多了，是吧？嗯、哎。炸过的肉块色泽红亮，还要经过改刀才能蒸制。肉要切成筷子头粗细的片，太厚或者太薄都会影响口感。不光猪肉处理起来繁琐，芥菜肉的另一个主角芥菜的处理也很麻烦。腌制过的芥菜要经过清洗、改刀、调味等多个步骤才能使用。我真没想到啊，你说这个芥菜肉在我概念里面，就是这个芥菜就是在里面就相当于一个配菜，一个搭头，是吧？它处理起来都这么有讲究，这么多步骤啊！传统口味就是这样，处理哪样东西都是麻烦。哦，都是这么麻烦啊！对对对，也就因为这个麻烦啊，咱所谓的麻烦，也就是这个口味好吃，也就好吃在这儿，是吧？对。葱、姜、花椒、八角垫底儿，码放上肉片，再铺上满满的一层芥菜。这芥菜肉就可以上笼蒸制了。为啥这个芥菜一定要装满碗？嗯，这有讲究。因为这里头是五花三层的五花肉。嗯，五花三层一蒸肯定出油，一出油我得一塌尖儿，你搁到盘里头不好看。明白了。所以咱春节吃这个口味讲究好色肉，满。尤其过年是吧？对。也是为了图个好彩头，有个好的寓意，要满啊。对。除了芥菜肉，腐乳肉也是开封扣碗中很有特色的一种。我觉得这个腐乳肉跟咱们平时就尤其是郑州啊做那个见的腐乳肉差别特别大。首先说这改刀这个，咱平常见的都是那种片儿状啊，那种条子肉。你看这个开封的扣碗做的这个是就是菱形块，这个是有是传统扣碗就要求这么做还是？对对对，传统扣碗要求的是菱形块的。我看您这码这个碗也是。皮要朝下，皮要朝下，要求紧实啊，出来口味丰满，感觉就是扣碗里面每一碗就是特别实在，扎扎实实一大碗的，不是肉都是菜啊。你要扣出来之后，这个造型，尤其是搁在过年哈、啊，特别应景，就是代表着全家这种团团圆圆，特别满哈、啊，就是人都特别富足的那种感觉。石师傅说，传统扣碗做起来很费时间，就拿蒸制来说，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这样扣碗才能有软烂不油腻的口感。虽然做法比较麻烦，但想要做出传统老味道，就必须遵循这样的老做法。看到这些啊，真的是特别有这个过年的气氛啊，特别有过年的感觉。我今天是上了八种啊，这个传统的扣碗是吧？哎，我不知道，师傅，像这个开封的扣碗，在上席的时候啊，有什么讲究没有？这个？上席有讲究。那有没有说最少咱要上扣碗的话，最少是几个？最少上四个。上四个。就是三荤一素，也不算不能说算素的，嗯，是带个八宝饭。哦，带个八宝饭，八宝饭就算素的了，是吧？对，就算是搭配一下，是吧？哎，对，也算搭配一些。这个是算是芥菜肉，芥菜肉也是咱们这个传统扣碗里面比较经典的一道，是吧？哎，哇，来个这个肉，肥而不腻，而且真的选的这个五花肉就特别好。嗯，它这个蒸完啊，你看这个肥肉的部分，肥瘦相间。对，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瘦肉是特别多的，肥而不腻。哦，真的一点油腻的口感都没有。嗯，而且这个肥肉的部分啊，就是白肉的部分，入口即化。开封的扣碗作为一种传统美食，以前春节吃更多的是为了解馋，而如今对很多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情节，是关于春节的记忆，是关于家的味道。这么冷，得先有一口热锅，还要有肉，能储备脂肪好过冬。我又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哎，这咋饺子店里还有铜锅呢？
一到冬天，这热乎乎的火锅涮肉就变得特别招人待见。这不，在西南边的吃货聚集地永安街上，我们就发现了一家藏在饺子馆里的涮羊肉。两个这么扔不搭调的食物怎么会放在一个店里面招待他们吃涮羊肉？叫山羊肉，好吃，好吃，肉感口感，这个肉口感很不错的。说是藏在饺子馆里，其实这里的涮羊肉年头要比饺子早得多。咱那涮肉是91年就开始有的，是原来是在对面周边的老的这个街坊邻居还有老顾客他们知道，对面清雅斋91年就有了。20多年前的清雅斋还算是小有名气，到后来因为市容升级，房子不得不拆迁改造，这才被迫关掉了原先的店面。过了几年，一家人重操旧业，在马路对面又开启了这家饺子馆儿。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饺子馆会卖涮肉了？还是咱们的以前的老顾客，他们来了，他们要求吃，说你们家以前涮肉。想吃，想了，惦记住了，然后呢就把涮肉给上了。刚开始是少，后来反正是慢慢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天冷，这个涮肉就把饺子的这个市场给占领了。一锅清汤，几片羊肉，一碗芝麻酱，看起来简单，但能被街坊四邻惦记20多年，想必这里的涮羊肉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吧。因为我们都冲着它的羊肉和牛肉来了，肉鲜嫩，口感也好，也软，不筋软，啊，吃着很可口。它是整只的羊，你选好之后，把骨头给剔掉完之后，你就是装自己装盒嘛，自己选羊自己装盒，就不是那种买回来的成块的肉。你看，自己用手摁。羊面儿直接盖上去，这都是来料，它不是说老规整，它老规整的那都是机器压缩的，经过机器压缩，咱这都是自己装的肉，一般都是肥瘦搭配，不能也不能老肥了，也不能老瘦了。啊，有的喜欢吃柴一点的，是耐嚼的，叫精选；口感绵一点的，好化的，是叫精品。一般点的时候，服务员给那顾客介绍。太过瘾了，这一片肉还挺大，对，挺实在的，而且一盘还挺多的，所以他店里这么多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这个价格听听又贵，也是老店，特别经济实惠，比别的店里面味道不差，还便宜。可是如果大家伙只是冲着便宜才来这儿吃涮羊肉，那就有点埋没人才了，毕竟手切的鲜羊肉才是铜锅涮的灵魂。在北京人看来，这是一个皇家美食，所以他们吃铜锅涮肉的话会非常的讲究，要求的话一定是新鲜的羊肉。手切羊肉讲究是新鲜，必须要选吃选切，要一份切一份，提前切了半个小时肉变颜色，口感都不好了。用来手切的羊肉也不是什么肉都可以，一定要是新鲜宰杀的豫东小山羊。切手切肉，成片的必须得是后腿腱子吃着不散，必须得是肥瘦搭配。你要是老瘦了也不好吃，老肥了也不好。像这一块的，一半肥的，一半瘦的，吃着都是有口感。老瘦了也不好吃，菜老肥了，它有的先腻的慌。涮羊肉讲究大火旺锅。水得一直滚着，汤也要久煮依然澄清，这就要求肉要放血放得干净，肉不膻，还要有羊肉本身的甜味儿。这一份感觉还挺多的呀，这个羊肉就非常好，它没有血水，然后你把这盘子倾斜过来，就不会像散落掉，就说明这个羊肉非常的新鲜。这个肉非常好，有一种入口
然而这家饺子馆的隐藏菜单还不止这些。他家其实除了涮羊肉，还有这是什么？炭烹烤肉吗？南烹烤肉。南烹烤肉。对，他家真的是把肉做的。一般的这种烤肉不都是把那种孜然和辣椒放在上面了？但是他这个不是，这个是给你自己的。对，你好挂。回答你问题了，我这会儿要吃会儿肉。让我猜一猜，根据我吃肉多年的经验，这个应该选择的是羊肋条部分的肉。肉都是肋条，肥瘦搭配。你看后腿儿啥东西，前腿儿，它都吃的比较柴。和涮肉讲究原味不同，烤羊肉必须得提前腌制。至于这腌料吗？料我只能跟你说，这里是，鸡蛋、洋葱这两种料，其他的都是俺自己配料，不便透露了。秘密调料是吧？对对对。我是乱印83，一个美食爱好者，从爱上美食到现在已经有6个年头了。和所有喜欢过年的人一样，我也异常喜欢这个节日，不是为了放假，而是为了思念和团聚。在这儿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对于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来说，每当年末，总有一种思绪在心头。你们过年都回家吗？我现在今天是准备回家，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年货呢？谁做饭呢？我们家做饭现在是嫂子们做的比较好，原来就是父母这边做，现在父母不在了嘛，现在就有三个嫂子，对，三个嫂子，他们现在就是每年他们会提前会准备家里边过年用的这些年货啦，包括就是过年吃的东西，他们会准备很多。像我家大嫂，她就蒸馒头、炸果子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二嫂呢，她就是做这个炸焖子，炸这个丝花做的特别好，就是油炸的。然后我这个三嫂呢，就是烧肉，然后做烩菜、包饺子，她的拿手绝活。这今天都能吃到？今天当然能吃到了，我们就是过年回来吃呢，知道吗？我就是回来吃的。老板要这个，5个圆符，然后要。这个方子要5个，然后再要2个这个小鸡，要一副对联，再拿一个福字。现在已经到家了，这就是我家。哥，你是豪宅呀！哎，这现在农村都是这样。哥，
哎，喂，回来啊！啊，这是我三哥。三哥好，回来。这不，里边是嫂子们。好，这是我们老二家的，这是我们我三嫂在折磨呢。关键折磨。对不对？猪蹄肉。猪蹄肉在农村这都是属于这种风俗习惯。贴上窗花，趁着煮肉的时间，巴桑的几个嫂子们就开始了包饺子。他们说这是做过油菜之前，饺子和馒头必须要提前准备好。老婆，人家包饺子一面我都分不出来，包饺子这面也看着。三文，你挺多吃的。巴桑哥，你会干啥？我会吃。除了吃，包的不好吗？最后包的饺子，看来还行哈。有个小猪一样内场。来看看嫂子包的饺子跟你的一比下去了。你看嫂子包的跟那，俺是嫂子包的。这都是我。这都是。那你包的？这都包老了。这个卖家小跟卖家小。来，这都是我包饺子。看来。我就是元宝，也很老实。包好饺子，大嫂又开始忙碌起来蒸馒头。看没，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老家过年要准备的东西。这个你像蒸这个馒头啊，就是我们用的不是那种酵母的那个酵母粉，我们用的是这个家里老家用的就是那个叫扎头。这上面是撒的盐，撒的油，然后用刀给它切开，切来越细，出来的形状会越好看。面团在大嫂手中一转，这老式的花卷就成了。手巧的大嫂一根细面对着卷起来，然后用筷子往中间一夹，再往中间放上红枣，这枣花就成了。这枣花抹开没？很漂亮的。大嫂是我们家就是最会做饭的一个，等我上笼大概蒸25分钟到30分钟，上气以后，我们大概20分钟后就可以吃到这个大嫂蒸的馒头。走了。煮好的肉要捞出来放凉才能烧。接着二嫂把油锅支上，下面他要做每逢过年汝阳这边必吃的炸柿花，其中就要用到一种用柿子和成的面团。对，就是用柿子和成的。看看这个是白面，这个是用那个柿子知道吧，就我们吃那个柿子给和的面。咱这个为啥用柿子面和呀？柿子面因为柿子甜嘛，放的面里和和，放点鸡蛋好，放点糖，感觉吃了又甜又熟，这不是？放点鸡蛋是熟的，这里柿子是甜的。你看没，这里边的这个红色的那种点点就是那个柿子。而我们小时候一直都这样吃，因为小时候老妈就这样去做，就是做这种叫丝花，我们就叫丝花。他要把两个面给放在一起，然后一切，然后拿筷子一夹，油烧热了，一炸就好了。他给我路上一直跟我说，这个东西叫丝花是丝花，我说丝花，我以为就是四个花了。不是，这个丝就是四个柿子，给它做成的像花一样。柿花，就是柿花。别给我讲这个，我这四十五分。来跟我说。四十五分。看没，神奇的一刻就要来了，知道吗？对，就是这样。柿花，两种面叠加裹成的面团，做出来的形状好似花瓣，作为过年需要准备的油炸食品，也算是很有彩头。下了油锅，这颜色分层就会更加漂亮。啊。现在就是这个炸出来的，你看看，它等它飘起来一会儿，这个基本上就熟了，你知道吧？它这个，因为它这个里边有这个柿子面，因为它是甜的嘛，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炸好的柿花装进盆子里，二嫂又张罗起了稀稀的面团，
这种东西在汝阳叫焖子，不过人家这焖子可是面做的。他就你看他每次他要试一下手，因为他这玩意儿这个面特别黏糊，你知道吗？拽拽拽拽拽拽拽就把它拽好了，然后就这样瞬间放到锅里边，而且要抓好机会。这个开面不敢太硬了，太硬了，不能太硬。他说他硬就是硬，他不能太硬。里边放的有葱花啦、姜啦，没有蒜啦。它里边还会放这个，有点像面筋那种感觉。对，跟面筋那种感觉很像。它这就是面会特别特别软，但很弹。你还吃？你看又吃了。就吃吧，没事没事，吃吧吃吧。一会儿这个四花，你要不要吃一个？不是，你这是借机自己先拿一个是吧？你要不要吃一个？反正我是要吃了。你要不要吃？你是这太坏了。很甜，你看黑黑的，特别甜，你看没？然后这个外面这个吃的是那种。焦焦的，炸好的焖子趁热吃才香，不过据说放凉吃更酥脆一些。小妹的盆子已经接满，大嫂又开始擀面，同样是白面和柿子面两种，然后都擀成薄片，两者相互叠加，用刀从中间划开两刀，然后套起来就可以下锅炸了。这就是八三家乡的果子。就是农村都会用这种，就是说冬天过年的时候会炸这些东西，它因为它看起来好看，而且味道也特别好，孩子们就家里有孩子都喜欢做这东西，因为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就是甜甜的酥酥的，就这个东西保存到冬天必须得单独给保存起来，就拿一个塑料袋给它罩起来，要保证它的酥香。它是一层甜的一层咸的，炸出来那个咸的是特别特别焦酥的，然后这个甜的就会稍微会糯糯的，但吃的很甜，那种柿子那种甜味儿，它那个甜就是说不会甜的不腻，吃的很舒服。炸果子看起来像是双层的麻叶，有甜有咸，味道想必也非常好吃吧。不一会儿，小妹盆子中的果子已经铺满，这时候可要轮到三嫂上场了。她在放凉的花肉上抹上柿子，这是要干什么呢？来看没，这个就是老家的传统，这个烧肉的方法就是上面抹这个柿子，看没，抹柿子。而且它这个就是说，这个肉就是农村过年的时候就是做烩菜用的会多一些。冬天原来就是冬天东西很少，只有这种白菜了、萝卜了，然后就放上这个就是这个肥肉，看没？现在就是它马上要就是要盖上，知道吗？就这头就是这个叫烧肉，就擦这个一声，这叫烧肉。然后拿出来以后，这个这块肉就是红的，看没？已经红了。柿子是一种传统的这种烧肉方法，里面含的有糖，可以防止肉变成红色。在城市里边都是用葡萄糖烧的，但是它没有这个烧出来的效果好了。对，一般情况不都是用糖色的啥玩意儿的，酱油。酱油烧出来颜色没有这个上色效果好，这是比较传统的一种烧肉方法。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花肉颜色更加自然，因为受了高温，肉质收缩。所以在煮肉的时候会更加耐煮，口感也更加筋道。切好肉，煮好菜，这同样是汝阳过年必备的烩菜就开始了。
其乐融融的一家子，傍晚时分围坐一团，吃着准备了一天的东西，说着一年的心声。挺好吃，挺好吃。天天在啊，好吃，好吃，天天好，好好吃。谢谢谢嫂子们，这一天忙忙了一天，吃饺子，然后叫上饺子。自家人肯定客气了。好吃，好吃。做人的功劳，你们弄完没帮忙吃呀、啊？嫂子，嫂子整的馍整的一圈，这饺子是饺子是一盘。你老婆们，弄不来，弄不来。哎，三哥，这2017年没啥结婚呢？换个话题。哎，你跟我哥嫂子换。这个话题是必须的，大家都是七点多的，哥嫂子们都是七点多，你还说一天？咱家在。我是不太喜欢你，这个导演你可以出去了。全家，团圆，和和睦睦了，一大家子，每年都能聚到一块儿，高高兴兴、开开心心过个大年。以后好好学习，已经幸福快乐。这小兄弟赶快娶一个新娘子，家庭更加的完美。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能经常在一起相聚更好了。全家幸福，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全家人都身体健健康康，一年比一年更好。郑州，我的家乡，五点后的他就像网红一样，人气不是一般的旺。心情就算是再忧郁，亏待自己的嘴和胃就不。